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特区新闻广场，我是主持人小丹。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蔡塘学校公交站长期被非法营运车辆占据，公交车无法进站，乘客上车难，存在着安全隐患。市纪委通报了六起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典型案例，要求党员干部引以为戒。2017年高校毕业生人才交流大会今天举行，今年哪类企业提供了较多的就业机会呢？稍后我们去了解一下。上午11点左右，在西陵东路，一辆小轿车撞上了收废品的老人，老人不幸当场身亡。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阮建园、观音山两个片区可以说是我市上班族最密集的区域了，因为人多，前往这两个片区的交通出行问题一直让在这里上班的市民备受困扰。我们栏目也多次关注过这一片区的出行问题，最近又有市民向我们栏目反映，每天交通早高峰期间，在蔡塘学校公交站前有不少非法营运的车辆停靠在这里拉客，严重影响了公交车的停靠和乘客上下车。早上7点半，蔡塘学校公交站前揽客上车的叫声不绝于耳。记者观察发现，这里有七八辆小轿车都停在吕岭路靠近公交车站一侧的车道上，公交车停靠区域完全被占用，而且这些车辆的后备箱全部都是打开的。由于公交车停靠区域被占，每当有公交车进站时，只能停在吕岭路上的中间车道，此时正值交通早高峰，在车站等公交车的人很多，这些人只好穿过这些随意停靠的小轿车，走到路中间去上车。现场也有不少人选择了这种非法营运的小轿车，载满乘客后小轿车就开走，有些车辆在离开的时候还是开着后备箱行驶。那么这些小轿车都是去哪里的呢？都是阮建园和观音山，没有别的方向。没有，我们刚好从那边去，要去哪里？轮渡。轮渡？轮渡几点上班？9点。九点？那个地方你要开吗？不开跑轮渡还开跑火车？几个人嘛？3个。3个可以啊，3个可以。60块钱。啊？你去观音山本来多少钱？观音山15啊。3个人60块钱嘛。8点左右，一位警务人员骑电动车来到这里，对这些车辆进行劝离，但车辆只是慢吞吞地离开，离开时还不忘再喊两声。从天桥的另一侧看下去，这些非法营运车辆连成一排，将整个公交车站完全拦住。每当有公交车进站的时候，整个车站的秩序就会非常混乱，人流、车流还有摩托车完全混杂在一起。不少市民告诉记者，这样的乱象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有那种私家车吗？对。有挺多的。没有坐过吗？那有多少钱？有时候看嘛，有时候5块呀，10块呀。影响到公交车的这个车站的秩序吗？嗯，会。是怎么样？堵车呀，有时候堵车挺危险的。它全部都在占用那个公交车道，然后公交车过不来的话，然后我们也上不去。你们就要走到外面去上？对，走到外面，然后影响整个道路。会堵得很厉害吗？对。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在全市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推进会上，市纪委通报了六起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典型案例，要求全市党员干部引以为戒。2010年至2015年，张刚担任思明区环卫处基建设备科办事员负责人期间，利用负责基建工程工作的职务便利，为包工头张某某在承接思明区环卫处相关基建项目以及其后的施工现场监管、工程验收和工程量审核、工程款拨付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多次收受该包工头送予的现金共计人民币11万多元。2016年8月，张刚受到行政开除处分，并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11年至2014年，陈赞卓利用担任湖里派出所副所长、江头派出所副所长职务便利，收受其管辖区内桑拿洗浴场所老板或股东吴某某、黄某某、林某、黄某某4人送予的现金及购物卡，共计价值人民币8万多元，并在工作中对上述人员经营的桑拿洗浴场所的经营活动提供照顾和帮助。2016年5月，陈赞卓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08年至2015年，张金章在担任后溪镇党委委员、副镇长、武装部部长、文教区管委会调研员期间，利用负责文教区征地拆迁职务便利，
为相关拆迁服务公司谋取利益提供帮助，多次收受拆迁服务公司蔡某某、肖某某送予的现金及购物卡，共计价值人民币6万多元。2016年5月，张金章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12年7月，海沧区海沧街道曲窑村第七小组小组长林亚青，利用其担任小组长协助政府从事征地及管理发放征地补偿款的职便，伙同他人伪造承包合同、租金收据，采取虚报、多报承包面积的手段，侵吞征地青苗补偿款共计31万多元，其中林亚青分得12万多元。2015年10月，林亚青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并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15年6月至12月，叶爱勇利用担任同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新民中队科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收受违建户吕某某、柯某某、周某某三人送予的钱款共计5万元。2016年2月2号，叶爱勇向违建户周某某泄露该局即将采取行动的消息，致使2月3号同安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统一强拆行动遭到周某某等人的阻挠，并致3名执法人员受伤。2016年3月，叶爱勇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并已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007年7月，翔安区新店镇茂林社区居委会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共计41.07亩，违法所得共计人民币106万多元。时任社区党支部书记蔡山开、社区居委会主任蔡辉胜对该社区的违法行为负有直接责任。2016年7月，蔡山开、蔡辉胜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处分。本周五，我市中小学校都已经结束了期末考试，孩子们放松了课业压力之后，也都纷纷通过参与一些社会实践活动来丰富自己的阅历，看一看书本之外的世界。今天湖里区教育局就邀请了厦门市老领导潘世建，带领着全区16所公办民办学校的48位学生代表走出课堂，来到城市的不同景观，细数他们背后的故事，领略城市建设之美。第一呢，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现在站在哪里？观察中心。你们脚下是哪里？地板。中国土地。啊，都没错，中国的土地。还有呢？黄金了。对。老爷。我想。谢谢。我想告诉你们哦，在这条路地下，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海底隧道——翔安隧道。今天看厦门的第一站就来到了五通灯塔公园。从潘伯伯的讲述中，孩子们明白了，如今看到的美丽景致原来是由翔安隧道挖出的砂石土堆和通风塔改造而成，于是这个大家所熟悉的公园一下子变得有趣起来。在这样一问一答的探秘中，他们登上小山坡，走进灯塔，细读公园内世界著名灯塔浮雕，了解翔安隧道建设背后的故事，在地图广场回顾厦门号环游世界的壮举等等。同学们纷纷拿出了笔记，认真记录着这了解厦门历史的生动一刻。你看，你们今年又回到了15年前，知道吗？2003年。那一天的3月份的马拉松，那个时候是在3月份跑的时候就是这个感觉。我们把历史再现，另外要把这种精神体现出来。所以呢，当时我们下决心要建一个马拉松雕塑群。在被誉为最美赛道的环岛路，几十个孩子围着马拉松雕塑群，了解这项厦门引以为傲的体育赛事背后的点滴故事。大家一路探寻，所到之处，潘伯伯旁征博引，热情讲解。当初建设者们的用心，一幕幕呈现在孩子面前，也传递着这个城市内涵更为丰富的温馨和美丽。今天看到的厦门，我觉得更有一些韵味。就平常看到厦门，只是觉得它很美，但今天看到的厦门，就觉得有一些很多的，历史在里面。然后呢，我们也可以一起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比如为厦门去做宣传，可以为它做义工，然后呢，可以让我们的厦门变得更美丽。本台记者报道。说完了刚刚放假的学生们，我们再来说一说即将毕业的2017年高校毕业生。今天上午，2017年高校毕业生人才交流大会在市人才市举行。作为我市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上午的招聘会共吸引了350多家单位到场招聘，提供岗位数超过6500个。
上午九点准时开始的招聘会，到了十点多才出现求职人员进场的第一个小高峰。记者在展位前观察发现，现场的求职者不再盲目海量的投简历，而是观望了解清楚之后才在展位前坐下来详谈。到场的350多家单位按行业划分为 IT 电商类、机械电子类、生产制造类、商贸服务类、综合类五个招聘区域，共提供岗位数超过6500个。从招聘岗位对学历的总体需求看，大专及以上学历需求占70%，中专占20%，其他占10%，涵盖各层次各专业岗位。统计还显示，本场交流会88%的用人单位来自中小企业，不少中小企业对人才的学历要求都不算高，相对于大企业也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希望充分吸纳优秀毕业生人才，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不少毕业生表示，不会太在意企业的规模，只要工资合适，能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就很好。主要是想找专业对口的合适的公司，然后还有五险3000，对，差不多。想在一个公司里面有更好的发展，工资薪金那2000-3000就可以了，因为刚开始起步嘛，比较困难，没有要求很高。人才市场相关负责人也建议，应届毕业生不妨把目光多聚焦在创业初期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工作氛围相对更有活力，不仅能够包容大学生的个性，对个人能力的提高也将有很大帮助。若把择业盲目限定在大公司知名企业上，就很有可能错失良机。本台记者报道。为了缓解春节假期我市各家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需求，上午在五一文化广场，我市的民营企业家代表带领着员工纷纷挽袖献血。为了吸引更多市民，主办方还在现场举行了最敏台伴手礼暨乐活年货节，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市民来到现场，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当中。上午在五一文化广场的爱心献血车上，来自永安商会的叶女士正在献血。叶女士说，献血救人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今天她还带着企业员工们一起来献爱心。献这份血让需要血的人就是能够及时得到救助。因为我之前有生病过，也有输入过别人的血啊，所以我想应该献出血自己的爱心吧。据统计，从2013年开始至今，来自我市近100家企业的13258人参与了无偿献血活动，累计献血量超过230万毫升。我们想通过这些民营企业家的这个商协会的这个活动来献血活动，来带领其他的各行各业的人都参与到这个献血来，使我们的这个爱心得到了传递。活动主办方介绍，为了让更多市民能够知晓并参与无偿献血，在献血活动现场还同时举办了2016最敏台伴手礼暨乐活年货节，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吸引更多的市民来到现场，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正好到现场了嘛，因为之前可能想找这些点嘛哈，不知道在哪里参与了这种公益的活动，蛮好的。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看新闻。市民王先生向我们反映，红山公园范围内有大量饲养鸡禽的现象，周边居民意见很大。今天的市容巡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众所周知，岛内在20多年前就已经明令禁止饲养家禽牲畜，但在不少偏僻场所，这样的现象仍然存在。而这次竟然是在公园当中，与周边的居民楼相距不过数米。这是走访时我们在白鹿路95号王先生家2楼拍摄到的画面。山林之中罗列着不少杂物，还有一间搭盖，边缘区域用尼龙网圈了起来。王先生说，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多年，长期有上100只鸡鸭鹅养在山上。上月22号，借着政府严控活禽，他将问题投诉到中华城管中队。29号，执法中队答复说问题整改了，但消失的只有活禽，饲养家禽的场所仍然保留着。王先生说，类似的整改在3年前也进行过，因为饲养场所没有取缔，半个月后问题卷土重来，之后再投诉就没人管了，直到这次。鉴于之前的情况，他担心这次还会重蹈覆辙，因此希望问题能够引起执法部门和公园管理单位的重视，彻底取缔这一占用山林饲养家禽的违法行为，还周边老百姓也还公园一个整洁有序的环境。记者刘华报道。拿着男友给的28000元彩礼，怕丢失，还特地将钱包放在一个不显眼的购物袋里。没想到赶火车进站时，却落在了安检机上。幸好在厦门铁路民警的帮助下，这些彩礼和证件被全部找回。
他在过了安检机以后，他随身带了三个的行李物品，但是你看他走的时候只拿走了两个行李。五号下午三点多，一名旅客匆忙走进厦门站，在将行李物品进行安检后，只拿走了其中的两件行李，一个购物袋落在安检机上。没过一会儿，厦门铁路派出所的民警发现这个情况后，打开购物袋内，看到有一个钱包，钱包里有一大叠百元钞票，经过清点，共有28000元。里面那么多钱，有身份证吗？找找看。在钱包内找到一张身份证后，民警立即通知同事播放广播寻找失主。十分钟后，一名女乘客匆忙赶到安检口寻包。钱包是不是？钱包什么颜色的钱包？钱包一个那种灰色带那种图案的。核对一下哈，没错哈。没错。哇，太感谢了，这个好。像王女士这样不小心丢失财物的旅客还不在少数，在厦门站的遗失物品收纳仓库里存放着许多旅客落下的行李物品，有棉被、礼品、乐器、水杯、药品等等。在这些物品上，车站工作人员都贴上了遗失的日期和编号，以方便旅客前来认领。民警提醒，旅客在进站过安检的时候是最容易遗失物品的，在匆忙赶车时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将物品遗留在安检处。另外，在候车室里，旅客会将行李放在身边座椅，起身进站时也常常会落下东西。春运将至，希望广大的旅客朋友能够注意看管好自己的随身行李，特别是手机、钱包等贵重物品，然后尽量把多件的这个小件物品整合在大包里面，这样子就可以避免丢失、遗失之类的事情发生。记者闲云、黄超报道。我们接着来看。今天上午7:40左右，在同安五显镇的一处农地里，一名男子在操作犁地机时，右腿不慎被机器卡住。接到报警后，大同消防中队迅速赶赴现场，用了约40分钟，成功解救出这名男子。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一名男子侧躺在地里，右腿的裤子已经被先期赶到的120医护人员剪开。消防救援人员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名男子的右小腿部分被卷入一台小型的犁地机。经过观察，这名男子右腿被犁地机的刀片刺入。消防救援人员马上拿出液压工具，剪断了犁地机的金属外壳，又用活动扳手等就地拆卸犁地机，最终只留下一小段刺入男子腿内的刀片组。最后，消防官兵把这名男子移上担架，再用工具小心拆解这组刀片。据了解，受伤的男子是附近农场的工人。事发前，这名男子原本想要拿掉卡在犁地机中的木棍，没想到裤脚不慎被犁地机的刀片刮到，之后整条右腿就被卷入了机器。好在旁边的人发现及时，赶紧把犁地机关掉，才没有造成更大的伤害。大约40分钟后，消防救援人员把多余的刀片全部拆下来，只留下刺入男子腿部的一片刀片。守候在一旁的120医护人员赶紧把这名男子送往医院救治。本台记者和特约记者报道。今天上午11点左右，在西陵东路131号至135号小区外围的通道上，一辆白色小轿车撞上了一名正在路边收拾废品的老人，事故造成这名老人当场身亡。记者在西陵东路131号至135号小区外围的通道上看到，警方已经在现场拉起了警戒线。一辆闽地牌照的白色小轿车斜撞在小区的黄色围墙上，车辆右边车头与围墙形成一个夹角，一名男子躺在轿车右前轮边上。经过120急救人员的确认，这名男子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在轿车左边车头附近，一辆三轮车翻倒在路面上，废纸皮等回收物散落满地。附近的店家告诉记者，中午11点左右，他们突然听到一声撞击声，抬头一看，发现一名男子被撞倒，是嘣很响，那个三轮车也翻过来了，然后我们就吓一跳，哇，那个人就吓傻了，下来看，那个人就趴在那里嘛，那个女的除了舌头都下来哭啊，其他的。附近店家介绍，事故发生前，三轮车停在通道上，死者正在三轮车旁边整理刚刚回收来的纸皮。据了解，发生事故的这条通道是通往厦门市云顶学校的，一般是不允许车辆从这里进出。为了阻止车辆通行，通道与西陵东路交汇的路口还设立了两个石墩。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辆轿车能够驶入通道内。据了解，死者60岁左右，来自河南，与家人一起居住在西陵附近的城中村。因为平时常常在西陵东路上回收废品，因此附近商家都认识他。
目前轿车司机已被警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情况。监测结果显示，受不利的气象条件和周边地区污染物传输影响，今天凌晨起我市污染物浓度持续升高，10点和11点 PM2.5 浓度达到轻度污染级别，12点后大气扩散条件转好，污染物浓度开始回落，我市空气质量以良到轻度污染为主。而到了晚上7点，我市空气质量指数是62，空气质量为良，首要污染物是 PM2.5。碳十四是碳元素的一种具有放射性的同位素，一旦被人体吸收或与皮肤接触，危害极大。但是如果将其包裹进钻石中，却有望解决困扰人类已久的核废料环保处理和电池使用寿命有限的问题。今天的绿色小常识，我们就来认识核能钻石电池。近日，据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官网消息称，该校的科研团队研发出一种新技术，用核废料制造核能电池。和大多数发电技术需要利用能量驱动磁体穿过电线而产生电流不同，核能电池只需要靠近放射源就能产生电流。英国目前大约有95000吨含放射性碳十四的石墨块，碳十四主要集中于核电站反应堆的石墨块表面，很容易提取。而钻石的高硬度和高密度质地既能保护提取物，又不影响电流互通，经久耐用。将提取的碳十四包裹进钻石中，可制成全新的核能钻石电池。核能钻石电池的使用寿命将给发电装置带来革命性变化，5730年也才消耗其50%的能量，特别适用于那些不方便充电或者更换电池的设备，如心脏起搏器、人造卫星、高海拔无人机，甚至宇宙飞船等。核能钻石电池不需要驱动任何粒子，没有任何废物排放，也不要求定期维修，可以直接将核废料转变为清洁能源。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一般。预计明日，我市空气质量等级为优到良，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 PM10。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全部内容了。据调查，近80%的居民家庭备有小药箱，但是大多数人没有定期清理的习惯，造成药品过期现象十分严重。那么过期药品要如何处理，处理不当又有何危害呢？请您收看稍后播出的十分关注。我是小丹，再见。